他怕他男生想要硬要的地方就是女生在乎的，他怕他输他就交不到女友。但是你们要比的是男生根本不在乎的东西，包包男什么男生在乎，鞋子什么男生在乎。所以啊，你们比的车子我也没不在乎啊。对啊，那你们有关系吗？没有你们的事。刚协定了有。我们化妆没有带怒，但是你们有带那种。哎，我很看不起你的那个东西。哪有啊？我知道你们说女生的讲话才不好听。女生比较都不直接讲，都是那种间断讲，酸字的。对，我带一个女朋友，就跟朋友聚会，然后都是大家都会带女朋友这样，哎，带伴。中间呢，我的女朋友平常都是那种乖乖的啊，很安静，在人前也都是有规规矩矩的。突然，她发现另外一个朋友的女朋友戴了一条项链，小钻石项链，很好看。他就突然沈玉琳上身了，哎，就开始浮夸起来。哦，这项链好好看哦、啊！哎，老公，你看这个，哦，他这样配色好好看。就一个晚上就一直在讲那个项链，然后我心里就想说，哦，你喜欢这个项链呢、啊？我跟你讲，男生就这样觉得说，哦，你喜欢呐、啊。可是女生不是，女生是我喜欢，你买给我。就是啊，这不是一种比较啊，对啊，这个是叫男朋友买给他，清楚在给你一个指示、啊，就是这样，这不是比较。这比较的话，我会说你买一个更大颗的给我。对，蛮贵的。有时候你们女生，就女生跟女生，女生最大敌人其实是女生你们自己，因为有时候什么时候你刚才那段绕口令，女生最大的敌人就是你们女生自己，因为你们男生最大的敌人就是镜子。什么？哎，你合理一点好不好，小陈？你讨厌，你讨厌。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做医美的那个女生朋友，因为医美她看过很多女生的各式各样的身材，她其实应该我想说应该很了解了，所以应该各式各样从 A 到 F 都看过，应该没什么了不起。就大家到他家里去聚会的时候，他那个里面那个女主人就拿了一个他新买的一个内衣出来说，哎，你看这个，我们这个打折周年庆买的，这个外面本来要5000块，就最近才要1000块，打折1000块才这样而已。就没想到我们就说，哦，很好看这样。我们男生看到说，哎，很漂亮，然后第二个很便宜，但所有女生看的重点都不是，哎，他就把那个标签拿起来看，哦，低哦，低罩杯哦，你确定你有低罩杯吗？啊，你确定吗？信了，我有，真的吗？假的吗？比胸部，对，就开始比身材。这不是比较，我们是站在一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立场，我们直接怀疑。我们因为很关心这个女生，对，就对了。男生之间好朋友，他们爱比较，像比如说我认识一个男生，他就会跟他的另外也是一个他的 best friend 哦，就是会偶尔，人家都已经结婚了，但是因为呢，偏偏他在 high school 的时候。他的好朋友的现任老婆以前有约过他，他就会在不就是那种随时随地可以的时候，他就会故意透一句，就说啊，对啊，你老婆以前约过我啊，现在怎么样，过得好吗？好朋友哎，为什么要这样子讲话？说是不是？有奸细的，对，大家有真的好朋友，不是真的有交情，没有，他们真的是 best friends， 但他们就是那种兄弟之间讲话就一定要这样互亏啊。这个情况是一定好到就是可以，要不然就是好到无所谓。如果他是兄弟，好到无所谓。因为男生感情太好的话，都是大家讲脏话啊，弄所以你们这样子就 OK， 女生就不能讲话亏也是比较啊。好，你讲这些 OK， 我可以接受。你讲到男生比车好。我们比喝酒的量 OK， 但是女生比的东西就是很上人的那一些，你知道吗？很上人。对啊，我有看过一个美国很上人啊，就是伤到人家的心啊，很上人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一些那个台湾国语哈，很上人哈。我有一个美国的女生的朋友，她就是她其他的同学，就是他们长大之后，她的他们没有赚她那么多钱，然后看到我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。他每一次拿杯子就是这样子，啊，吃东西都是这样，翘小拇指。怎么了？没有，因为他买了一个新的，他是末梢神经麻痹症，对啊，他们才有这样子，很大颗，就是故意就是这样子秀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无聊哎，非常非常无聊，而且他的。你知道他的其他的朋友会有什么感觉吗？好像是炫耀，你是故意，就是要给你看一下我的这个专辑。这个是分享喜悦，对，搞不好他订婚了，分享的话，给不是，我觉得那个心态不一样，不 OK 啊。其实有碰过很多圈内的男生的例子，是真的在比较，比如说我们两个现在对戏，结果我也是男生，他也是男生，两个男生对戏，结果他演的比我好，好啦，开始之后他就是开始慢慢遮他的镜头。不让他表现，或者抢他的台词。对啊，这次是发生在男生身上哦。好，那比如说我们俩聊天，我们几个人聊天，然后小杨哥说：“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下个要去接一个哪里的戏，然后酬劳给的不错哎，什么什么的。”Paul就会讲，其实 Paul 那个是假的，他就说：“哦，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讲，
人家也是想找我一集，要找我10万，我是不接而已。不接才找你的、啊。对，真的是这样，当下就这样讲。男生跟男生是真的耶。更贱的就是啊啊 ，Paul， 你要去山东那个主持那个节目啊？对啊。对啊哦，开的不错，本来找我，后来没接了。哦。我们抢位置了，不，这是一个演艺圈的生态，它可能在男生，也可能在女生，男生女生都会。对，如果比如同接一场那个活动，然后你发现，比如说可能 Paul 的出道的经历比你短，对，可是他拿钱却比你多，你不会生气吗？不会啊，因为这圈子很多，比方说那可能是 Paul 的朋友啊，对不对？主办呐、啊，对啊，或者可能是那个 Paul 跟老板娘有一腿啊，谁知道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嘛，有他的那个就不一样嘛。可是你不会觉得是他实力好，你觉得他一定是跟老板就是你不会真心的替他开心，你私下也会觉得说我就是还是比他好。你看他就来阴的，我会觉得哦，这个单位哦，这个单位 Polo 很熟的哦。OK OK OK。你刚刚有没有听出来？就是你会觉得他是关系很熟，你并不觉得他因为他比你优秀。就是你的真心在哪里？你没有替他开心啊。我在演艺圈闯荡了20几年，我最屌的一个地方就是诚实。我不能骗大家说 Polo 比我红，没有吗？讲不出来嘛，是不是？杰西卡爱巴要好好保重，好好照顾他。有一些同学 ，new 的同学看到他们的另外一个同学，他很臭的样子，很臭，对，不漂亮，很臭，很臭，很丑的样子。对对对，嗯，对。然后他的男朋友非常非常帅，那他们就开始比较啊，为什么那个女人没有我那么漂亮？对，而且。什么是每个部分都没有我那么好，对，那就为什么那个男人选他，为什么他没选我？这应该是人都会质疑的吧？不会，男生就不会觉得，哎，那个女的那么漂亮，你喜欢凭什么跟她在一起？我们不会，你们不会，我们不会这样。我明明就有听过，男生讲说，我想要先确认一下，一凡是不是讲的是实话？对方是不是真的很漂亮？新来的新人，一凡，你觉得小优漂亮吗 ？Yes。哦、那我看到他刚讲的例子一定不成立。我今天见应该够多了。男生比较跟女生比较有非常大的差别，男生比较不会干涉到女生的生活。对，我们互相比较是我们彼此的一个游戏，对，但是女生比较会会引发男生很多困扰。比方说，如果一个女生，比方刚刚讲的有新的戒指啊、项链啊，或者什么包包。会跟女生朋友一起见面，你看呢、哦？我的男友送我什么东西啊？请问你的女友，你的女友是智商不足吗？对啊，智商不足的人嘛，你刚才模仿吗？我模仿小优嘛。不要！我跟你说，我问你是那个女生回到我回家就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男友对他们都很好哎，你真的很像哎。男朋友对我好，我们完全不会对我们女友这样子，我们不会说，哎，你看那些女友们对他们的男友们多好，我跟你讲，男生就算不会这样跟女朋友讲，但是男生会讲什么？就是比如说看到一台很帅气的跑车开过去，然后呢，很明显那女生很漂亮，然后他们就会说，你看，我跟你讲，他就只不过就是因为有钱，所以这个漂亮女生才会跟他在一起，一定是被包养，你说是不是？有可能是实话，有可能是真的实话，这就是一种酸葡萄比较心态啊。为什么那个男的真的跟他很好？不是真的啊，你看很多在台湾很多开跑车，车很帅，人都老老胖胖的，你们说是不是这样？先不就是这样，这个不是比较，是我朋友都这样。他旁边如果带一个老老的像 Ruby 这样，那就 OK 嘛。老老的后面那句什么？不是，就是老老的妇人，可是带一个小女生。OK， 算不